今天是贝尼手上最有钱的人请咱们吃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小宗啊，我现在是在非洲的贝宁。那小宗身后呢，是我们今天住的酒店，叫 Golden Tulip 外交官酒店。正如其名，很多来贝宁出差的外交官住的就是这家酒店。那今天小宗就带大家一起看一下非洲外交官住的酒店长什么样子。Let's go。进这个酒店呢，首先是要安检啊，这个是汽车安检的地方，设了很多路障，在非洲安全这个地方很重要。看一下前面就是一辆运钞车啊，送钱过来的。然后大家看到这些绿牌的车呢，他们都是使馆的车，这个也是使馆的车。大家看到上面写的了吗？Golden Tulip, the diplomat。 这边是一个宴会厅啊，昨天中国大使馆在这边还办了一个活动呢。这里就是它的入口了，要安检。这边是大堂，这边是餐厅。这个酒店还是吉尼斯纪录认证的呢。这个酒店呢，如果你是单按一个按钮它是没有用的，只能刷一下卡之后你才可以。给大家看一下外面的环境啊，那都是带泳池的别墅，就这个整个区域呢是属于一个富人区。然后这边呢是贝宁新建的一个综合政务大楼，那边是贝宁的总统府。所以我说了嘛，这个地方有外交官酒店，那个雕像是达和美女战士，也是最近贝宁新建的雕像。给大家看一下咱们住的这个外交官酒店长什么样。住上这个酒店我感觉我是外交官。你这是属于野生外交官是吧？这里面是啥？这里是一个冰箱，我也是保险柜呢，有个热水壶，咖啡茶水啊。这是我们东西比较乱啊，不要介意。这边是个椅子，然后两个小沙发，然后这是我们的床。看，我们正对面就是漂亮国的大使馆，然后整个漂亮国占地特别的大，你看。然后后面那几栋建筑呢都是一些政府大楼啊。给大家看一下洗手间啊，它是一个半干湿分离的洗手间，只有一半的门。那岂不是我上厕所的时候看你洗澡？是啊，然后这边是马桶，这边是一个洗漱池。但好评的是它有一个吹风机，这吹风机跟中国的很像。大家现在已经看了这个酒店啊，你们觉得这个酒店一晚上要多少钱呢？把你们觉得的价格打在公屏。猜一下小众发现了什么？这个玩意儿是不是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啊？这是什么呢？沙漠沙，尝一尝。鱼肉。它皮很软很薄，还是热乎。那咱们现在已经进到餐厅来啦，这就是部长阁下给我们准备的招待餐啊。这是 Madame Armin。 Armin， 这是 Armin， 是不是很漂亮？我喜欢你这边餐前的面包啊，然后他配的这个黄油呢是 Crazy Dan 法国的。现在这个服务员小姐姐过来倒酒了，一般呢在非洲这边吃饭，一瓶香槟一瓶红酒，这个是标配啊。我们现在是当地时间基本上8点钟了。还没有吃饭。这么快吗？对啊，他说的是咱们是6点半开席，现在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了。这就是非洲时间。对，咱们去打菜。打菜去，怎么听着像吃糖啊？天哪，这个儿敏的身材，我的天。而你的屁股好大呀。是的，咱们拿大盘子吗？只有大盘子，这个盘子可真大。这个是蔬菜，这是石斑鱼排，它写的是 filet de mehu。 这个是石斑鱼排。 Merci。 这个要不要？就是、那个是啥？那个法国的那个千层土豆，里面夹了很多芝士的哦。哇，来了，这是羊肉来了。哇、哦、这个新鲜出炉的羊肉。哇，这个不错。这是那个虎虾的沙拉。 Merci。 Gambas。 你要吗？沙水锅马丹。 Kish。 Kish， 来一个、好重啊，宝宝，这个盘子有点重啊。我来吧。这个是米饭，这里面还有黑米呢。安锅小峰。这个是芭蕉和那个土豆。身边上面也来一点。Merci。 你要吗？哇，这好多呀，全是肉。哇呀，满满一盘啊。那咱们现在过去开动了，先尝一下这个饼啊。这个饼是什么东西？它里面放了芝士、菌子、胡萝卜、芝士。好像没有了，素的。这个可以一口干吗？一口干可能有点腻哦，因为里面很多芝士。我喜欢。你喜欢？哇，一口干。看一下这个石斑鱼，看肉质还是不错的，很紧实啊。它这个没有经过太多的调味，就是原来肉的那个本味。是吗？就一点点盐。吃下它这个米饭。这个在非洲其实当地人都不怎么吃米饭，因为米比较贵，都是吃那个木薯，就
就是我们说的夫妇。今天是贝宁手上最有钱的人请咱们吃饭，米饭管够，宝宝。说实话，这米饭没熟，真的，有点硬。他们只会蒸饭，不会煮饭。啥吧 ？OK。看一下这个羊肉，他们非洲人做羊肉做得很好吃的。怎么样，这边的羊没有什么膻味，像刚刚那个鱼，这个羊肉没有经过太多的加工，可能就是炖了一下，味道呢都是那种原汁原味的感觉，一点点盐。尝一尝那个大鸡腿啊，剥一下就烂了。今晚给你加鸡腿哦，要好好表现哦。你这样笑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是虎鲨，明虾吧，刚爸是有鸡肉，有羊肉，也有鱼肉，做的还很不错的。而且每个人的盘子里面都装了很多的吃，很大份，对，管够。就是你可以说的，这是全贝宁最不缺钱的人之一。这里还有柚子，哎，这是柚子，柚子，柚子拌在沙拉里面，对，是吧？很嫩哈，一咬就断，好嫩，很棒，很棒。这个在外面吃这一餐的话，大概就是300来块钱左右。对，小宗已经干了很久，感觉没有怎么消下去啊。这个长毛的东西是什么？这是腰子。liver。烤羊肝。没有街上的那个水晶带烤肉好吃。是吗？我们的甜点来了，来，宝宝，你尝一尝那个布丁吧，先。我最喜欢的甜品，堪布雷。焦糖布丁。他做的很好吃，真的。我感觉他这个碗有点像放醋或者放酱油的碗。对呀、啊。很嫩。然后还有水果，芒果、菠萝、西瓜，还有一个这个什么小蛋糕，还有一块这个布朗尼，应该是。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拜拜。拜拜。